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爱，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身份的呈现，彷徨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有啲咩想听嘅，记得喺下面留言，记住 subscribe 个 channel， follow Instagram， 揿埋个铃铃，我哋每日一篇。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身份的呈现。